好的，各位观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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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来到喜喜兔餐厅。今天由我们的画画大厨要为大家示范猪肉排是怎么形成的。猪肉排哦，因为等一下会请你们品尝美味的猪肉排汉堡。但是要做之前呢，你要先戴手套。哦，做之前要保持过开水哦，卫生哦，这样细菌才能赶走哦。长冰嘟嘟，长冰嘟，那已经过开水，都没有了。哎，那一首歌怎么唱？长冰嘟，长冰嘟。好，打关了。当当当当当。哎，长冰嘟的歌，真真怎么唱？你给他拿手机放。长冰嘟，长冰嘟。感冒的一种，对啊，有了。感冒的一种，远离长冰嘟。记得三件事：常洗手、戴口罩、量体温。最后一定要记得早睡早起，保持营养，不要挑食，身体棒棒的，身体棒棒的，长病毒就不会来找你。好了，一颗小馒头要帮我提醒哎。哦，这个是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做吃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干净。如果你流鼻涕，一定要戴口罩。那你可以用手去擦鼻涕，然后再去摸吃的东西吗？那你就把细菌送到吃的地方，然后你再把它吃进去，你就哎呦，细菌就跑到你的肚子里，你就哎呦，好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为您示范的是猪肉排。首先呢，我们用的是新鲜的猪脚肉。猪脚肉，妈妈昨天马上去买的。好，先放在碗里，那个碗都是洗干净的哦。然后现在这个肉里面有水，是开水，因为刚刚要过开水比较卫生。对，好，小朋友吃了才会。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肉要先捞起来，要捞起来啊。电磁炉可以煎两个，你加油，我们加油，好吧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哦，要插电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你还记得在我们插插圆的时候都会掉电。好，这个是蛋，鸡蛋，鸡蛋还没有煮过的哦，还没有煮过的，这个是打出来的鸡蛋，给你们看，它中间。哦，这是这个白色鸡蛋里面的蛋黄、蛋白、含蛋白、蛋黄，然后旁边那个透明蛋白。妹妹用看看的哦，手手不能摸，嫩哦。小玉，嫩哦，手不能摸，用眼睛看看，他等一下要吃的。给它捏捏捏，它也会产生黏黏的。那黏黏的，我们把它揉成一颗球，然后放下去煎，它才会呼散开哦。而且这样就会有鸡蛋香的猪肉排。猪肉排。哦，啊，那个面粉就直接沾了。对，就直接倒进去。倒进去也是要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让它更粘稠，让鸡排可以。肉肉可以相亲相爱粘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用低筋面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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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不够再加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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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姐姐敲敲敲敲敲敲。你要吃什么料？
没有的选择，只有猪肉的一种。猪肉对小朋友比较好，因为是红肉。在那个盘子上。
哦，来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一颗。然后等下倒到锅子里面也要压扁。你管自己呀、啊，请你坐好。我不要。人家又没有用你的椅子，人家用自己的椅子，你好奇怪哦。那等着肉包要送给你吃吗？好啦，送。送妈妈吃，把它变成屎。那哦，最近都这样。请你跟乐乐对不起。他有用你的椅子吗？你先回答我。好了。没有，那你为什么在那里一直管人家？好、哦，卢珍珍都没有好好讲道理，等一下他就好好休息。那请你跟李欣的对不起，说阿乐对不起。好了，说没关系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这件事情解决了，原谅你了。你再生气的话，等一下。我们就继续商量，然后你就不能跟我们玩吃汉堡的游戏哦。吃汉堡，吃宝宝，吃宝宝，吃宝宝们，对，宝宝们，太想睡了。妹妹，等一下我们去吃吃喝喝，你就不想睡了。还没有醒的。哇！我们等一下要去锅子里面，妈妈会加一点油。把它煎起来。那等一下你就不知道还是结瓜要吃吗？好多，这边很好吃。哦，这个羊肉汤面非常好吃。啊！长妹，你有那么无聊吗？长大妹，打了没？大妹，大妹，大妹，哈哈哈哈。大妹，现在是接受知识的时候。八颗，再加一个，让妈妈会用那个锅铲给它压扁，放到那个锅子里面去煎煎。我觉得下次可以带那个烤肉的烤盘。没事做，他就会这样。有事做，你看他马上就生好。对啊，那我们再给他们肉肉加好多。
瓜给你们看。我们家还有一种菜叫节瓜。格子那个。